总在问自己，一个人的生命究竟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我的记忆中，我的人生之门是另一个人和我一起推开的。1937年11月8日，山西太原沦陷，我和我的男友秦海洋还有两位上海同学跟随国共军政机关和大批难民一路南撤，汇聚到临汾。我们原本打算报考阎锡山主席创办的抗日民族大学，来到临汾却变了主意。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亲我国土，上海、太原相继失陷，抗日救国才有出路。凡有志抗日救国、抱有牺牲决心之青年，均可参加。八路军学兵大队大队长，住手！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临汾城是严长官的地盘，知道吗？怎么了？我们征召抗日青年打鬼子，犯法吗？你们在民大门前唱对台戏，就是犯法。信不信老子把你们全抓起来？敢？你试试！妈的，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反了你们了啊！长官，嘿嘿嘿，子弹金贵着呢，要开枪了，去瞄日呗，人家。啊？你是干什么的？给我滚一边去！干什么的？老子大名在布告上面写着呢。嗯？八路军。学兵大队大队长何玉祥，你是何大队长？眼下国难当头，国共两党联手抗战，我们八路军办学兵大队，和你们严长官办民族抗日大学一样，都是为了培养抗战骨干。犯了什么法？嗯？二位要是不想把这事闹大的话，请。学兵队是又当兵又上学吗？对，先当兵后上学。学兵队发枪吗？当然发了，不发枪拿什么打日本鬼子？那我报名也算我一个。老子从老家一路跑到山西，不跑了，当兵打鬼子去啊！报名的同学那边登记啊。同学们不要紧，不要紧啊，一个一个来。姓名叫啥？秦海洋。未来，未来。长官，我们俩名字好听吧？有什么讲究吗？海洋和蔚蓝，意思就是说他是我的宽广，我是他的颜色，生生死死永不分离。你是从哪里来啊？上海，我们是圣约翰大学的。学校被日本人炸了，我们都没回家，跑出来了。你们的出身呢？出身就是他爸是南京商会会长，我爸在上海开银行。我们这出身你们要吗？要，当然要。国难当头，不论家庭出身，不论政治立场，只要是想当兵打鬼子的，我们都欢迎。好。二位同学，你们是富贵人家的孩子，可得想好了，当兵可是要吃苦的。我们不怕。打仗也不怕吗？不怕。流血牺牲怕不怕？当兵不怕死，怕死不当兵。对，我们要怕死，我们要当兵。那好，报名的同学明天在这里集合，跟我一起去学兵队。好。海洋，哎，下一个。同学们，一个一个来啊，不要紧。学兵队在哪儿？离民大远吗？我也不太清楚。以后常联系吧。啊。亲爱的，后会有期。
我们女兵区队一班就住在离大队部不远的一座民宅里。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个不寻常的日子。 照头发多好看啊！就是啊，你看看，你看姐姐吗？对呀，多好看呀！真好看，帽子这样就更漂亮了。班长，来一下，真的很好看，你开心一点啊！对呀，我觉得你这样比班长爸的时候好看。我能挨着孙小鱼睡吗？为什么？我不是他姐吗？睡一块儿，我能照顾他。对呀，我都没。好吧。 孙小鱼，到。你以后要学着自己照顾自己，不能光靠你姐。是，班长。报告。副班长，大队长和区队长来了，让你带全班到院里集合。大家注意了，到门外列队。 你发什么愣啊？又没让你挑媳妇儿。哦，娶媳妇儿了。快走。立正。报告，女兵区队一班学员集合完毕，请指示。回队。是。我是李秀清，是你们的区队长。何大队长，你们都见过了吧？见过了。没有。安静。 按照顺序出列，自我介绍一下。报告，一班班长傅兰芳。报告，一班学员田玉娟。站住！这绑腿自己打的？是。你觉得合格吗？ 好像。 有点松哈、啊，好像，你这绑腿跑不出院门就得散，还想去打仗？怎么不打紧点？我是怕绑腿打得太紧，将来影响我跳舞。跳舞？是，我是圣约翰大学的华尔兹公主。什么字？华尔兹，来自欧美的一种宫廷舞蹈。啊，哎，听说他英语也不错。
多才多艺是优点，但是一切要服从战争需要，跳着舞上不了战场，英语说得再好也说不死日本鬼子，所以做一个合格的战士必须从打棒腿开始。是是。下一个。告诉房东把驴看好。报告，这驴是我家的。牵着驴来当兵，这一牵就是三头。你是要组建骑兵队啊？长官，先报告再说话。报告，一班副班长郑杏花，我是他姐。说。是这样的，鬼子不是打到太原了吗？我们家能动的就这三头驴，我们老爷舍不得房子和地，就让我们俩赶着驴跟着大伙一块跑。这不到临汾城看见你们招兵，我们立马就报名了。你们来当兵，这驴怎么办啊？怎么办都行，反正不能让日本鬼子抢了去。对对对。这样吧，驴先养着，帮着学兵队和老乡们干点活，有怎么处理等我通知。是。下一个。报告，一班学员黄艳君。报告，一班学员刘世巧。报告，一班学员林桂芳。真想给你照张相，可是我没有照相机，所以就……哦，那就看吧。海洋，别离开我。不离开，我愿意和你在一起。天阳，曲队长找你。今天饭后休息时间，什么事这么急啊？嗯，东北的，你问曲队长到底什么事儿啊？曲队长说，在学兵队要注意影响。怎么了？不允许谈恋爱啊！杏花姐，你别刮了，再刮锅底就漏了。好，好，小姐，你们孙小鱼，你把这个给魏兰送过去，我再去隔壁掏。是。那还没干呢，千万别摸。听说这是你的点子？啊？哎，行啊你！哎，这涂料怎么做的？哎，小鱼，快拿过来！来，大队长。啊。大队长，这个是从老乡家锅底上刮下来的黑灰，这个是桐油，把两个兑在一起就成了。好，同学到，一会儿通知各区队领导。都来取取经。是。对了，大队长，咱们新兵连都开哪些课程呀？哎，这些啊，这些都是我从延安抗大带来的。那老师从哪儿请呢？都是些八路军的领导，学问都好着呢。那军事课呢？军事课，投弹、射击、队列、单兵战术、游击战理论，等等等等。
哎，够你们学的。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上课呢？都等不及了。是啊是啊，快了，等咱们学兵队名额招满，咱们的延安小康大就正式开张。哇！是民国26年11月12日，我宣布，八路军学兵大队今日在临汾正式成立了。前不久啊，毛主席指出，太原沦陷，这标志着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抗日游击战争已经进入了主要位置。那么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抗日游击战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告诉大家，八路军学兵队就是一台播种机，通过你们来发动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战，骚扰敌人，打击敌人，把日本侵略者淹没在以游击战为主的汪洋大海之中。收复失地，还我河山！收复失地，还我河山！武装起来，保卫家乡！武装起来，保卫家乡！睡吧，不赶趟。快说吧。别发愣，快点睡。你集合。吃好了。吃好了，集合了。哎，小鱼快起床，快！哎，我的裤子。立正，报数：一、二、三、四。五七，班长，怎么回事？报告，小鱼从小就一紧张梦游，还说梦话，怪我之前没汇报。班长，这次好像是真的。小鱼，小鱼，快醒醒！小鱼，小鱼。我从心里感谢大队长。自从他要求我打紧绷腿，不管是夜间紧急集合还是白天训练，我从来没掉过队。谢班长。今天发枪，汉阳造，中国目前最好的步枪。大队决定，你们一班配发3支。傅兰芳到，出列。是。
入列。是。郑杏花到。田玉娟到。曲枪。兰芳到，枪支和子弹要指定专人管理。是，才三支啊！别嫌少，真正缺枪的不是你们，是前线部队。提前给大家打个招呼，三天以后实弹射击，成绩及格者，将来优先补充到前线部队。大家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听清楚没有？听清楚了。我已经帮大家把脏水都倒光了，副班长。好，我光这儿了啊。好，哎，过来帮我一下吧。行，来了。哎，哎呦，哎，看什么呢？班长，没看什么。快回去干活吧，一会儿区队长来检查内务。是。田玉娟，想什么呢？高队长，我要集中注意力。战场上你死我活，你打不中敌人，敌人就打中你。懂了，抓紧练吧。是。孙小鱼。这枪里边又没子弹，你害怕什么呀？来，屏住呼吸，慢慢击发。扣扳机啊！徐队长，怎么了？我扣不动。哎，哎，枪托。不就行了吗？舒服吧？嗯。嗯，肯定舒服。嗯，看看，还坐着太师椅呢。老实交代，哪儿来的？是秦海洋让房东大妈帮我坐的，说能减轻后坐力。开玩笑，战场上还顾得上这些？枪托抵住肩膀，朕不死你，连吧。是。
班长。干什么去了？班长，我闹肚子，赶快睡觉，别冻死了。是。今天是雪冰队第一次发饷。我们八路军的队伍过的可是穷日子呀。上级规定，学员每人月饷为一块大洋，啊。下面呢，就由各班班长给大家发饷，来，一班啊，二班，三班。同学们，这一块大洋可是一种责任啊。你们要懂得，拿了老百姓的钱，就要用生命去保护他们。蔚蓝，你严肃点啊。曲队长，你们干部每个月领多少钱？你问这干什么呀？我就想知道，对不对，姐妹们？对，我们也想知道。上级规定，学兵队区队长以上的干部不发月饷。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八路军干部，是共产党员，我们为老百姓打仗啊，不要报酬。蔚蓝，我也是八路军，也为老百姓打仗。队长让你到队部去一趟。知道了。副班长到，带队返回。是。起步走。傅兰芳，我是过来人啊，你瞒不了我。什么事啊？这个屋里呢，就咱们两个女人。来，把你军装解开。说实话，几个月了？三四个月吧。为什么有回报？我刚来的时候还不知道。
那你打算怎么办？我不离开学兵队。以后呢？以后我不能带兵了，我可以做饭，可以搞后勤。我家乡的地下党组织被破坏了，我男人被国民党抓走，死在监狱里。我跑了这么远才找到的组织，我不能没有家。你暂时留下，继续做你们一班班长。明天就要实弹射击了，抓紧时间，争取全班打出好成绩。是。班长怀孕的事，我们全班当天晚上就知道了。不过这可不是李大姐口风不紧，这个秘密，其实是孙小鱼发现的。我弟弟的时候，他肚子也这样。你还让不让大家睡觉了？肚子怎么了？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班长是妈妈兵，真的。哎，班长，你让我看看。班长，你让我看看。班长是妈妈兵。班长还当妈妈了，给我看看。吵什么吵？咱明天就要实弹射击了，快点回去睡觉好不好？睡去睡觉吧啊。全体起立！小鱼到。开几枪？一枪。打哪儿了？也没看。别坐。害怕是吧？嗯。报告员，到。把孙小鱼带到三号靶位去，蹲好，等我开完三枪以后再让他露头。是。对吧？去吧，要不了你的命。都听好了，只有听过子弹飞过头顶的声音，才算是上过战场，才有资格当一名战士。都明白吗？明白，明白。行。九环、八环、九环、三枪、二十六环。孙小鱼，到。滚蛋。是。把脚放平，记住要领。来，枪托抵住肩膀，屏住呼吸，直接。
报马。九环。再来。开枪。报马。九环。再打一枪。开枪。报马。还是九环，三枪二十七环。小鱼你好厉害啊。好苗子，没想到还发现了个神枪手啊。啊哎，重点培养他。是。谁呢？我在查岗。今天上午实弹射击的时候，你紧张吗？有点。每扣一次扳机，我就觉得离战场更近了一步。战场是什么样啊？你想过没有？但是。我见过日本人的飞机轰炸咱们学校，火光冲天，防弹无他，真的很恐怖。如果明天就上战场，你怕不怕？不怕，只要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当然，上了战场，我永远冲在你前面，为你挡子弹。口令，咱俩。哦，你是我的颜色，回来。你是我的宽广，口令正确，自己人。接着站岗吧。是。向南推进，临汾沦陷是迟早的事情，我们旅很快就会调防了。你这次不走，我们就永远见不到面了，你知道吗？我，海鹏，你放下枪，他们都是我的姐妹。啊，伟兰同学，怎么回事？乐队长，我们班来特务了。特务？啊。好，看看去。啊。你是什么人？我是田玉娟的未婚夫唐海鹏。你是谁？我是他的班长傅兰芳。未婚夫，那又怎么样？谁知道你是不是日本人的奸细？下他的枪！等等，我就亮明我的身份。我是晋绥军第二混成旅中尉副连长唐海鹏。
你是班长，见到长官，不知道要敬礼吗？唐副连长。你是谁？我叫何玉祥，过去是红军团长，现在是八路军学兵队大队长。长官，你深更半夜跑到八路军驻地，想干什么呀？报告，我要把田玉娟带走。什么理由？她是我的未婚妻。学兵队不是收容站，我们培训的学员你说带走就带走，凭什么呀？就凭这个。田玉娟早就来信说要到山西找我，当时我在打仗顾不上，后来太原沦陷了，我们部队撤到临汾休整，我专门请了假四处找他，直到发现这个字我才一路找到刘存。长官，你说我千辛万苦找到的未婚妻，难道我不该把她带走吗？田玉娟是我的兵，你当然不能把她带走。你的兵？什么兵？她这叫误入歧途。你再说一遍，你信不信老子马上以破坏国共抗战的名义把你小子给抓起来。我冒昧地问一句，长官，你上过学吗？上过，一年私塾。你有太太吗？只顾打仗。没有。那我就不跟您解释了，你不懂爱情。那又怎么样？老子是军人，懂不懂你什么狗屁爱情，跟打鬼子有什么关系？我不跟你争辩。长官，你敢不敢让田玉娟自己做决定？田玉娟，自己告诉他，是走还是留下？你不要逼他。唐爱鹏，你还是个军人吗？就这么跟长官说话，你不是让我自己做决定吗？我现在就告诉你。何大队长，我和海鹏都是东北人，青梅竹马。满洲国成立那年，我俩先后上了大学。不久之后，海鹏离家当了兵，紧接着我爹我娘就被日本人抓走了。军妹们，你们知道海鹏在我心里是什么吗？他就是座山，是我一辈子的依靠。我万万没想到他还活着，没想到他能找到我。大队长，你行行好，就让我跟海鹏走吧。这辈子我田玉娟忘不了你们的大恩大德。就这样，田玉娟当天晚上跟随她的未婚夫离开了刘村。她是自愿离开学兵队的唯一一名学员。田玉娟想把军装带走留作纪念，大队长没同意，他让我捎句话给大家。什么话？他说，大家姐妹一场，让我们别忘了他。今天召集相关单位和人员开个会，人员都到齐了吧？报告，
学兵队班长以上干部和女兵区队学员全部到齐。开这个会的目的，主要是讨论一下战争与爱情的关系。就在昨天晚上，晋绥军的一个军官摸进刘村，带走了他没过门的媳妇儿。为这事儿，我整夜没睡好觉，翻来覆去的想不明白。我何玉祥亲自招的学员，在学兵队培训了一个多月，不算是白练成钢，也算是一块生铁坯子。可没想到，居然被他的对象轻而易举的给顺走了。大家说，这是不是我们学兵队的耻辱？是。年轻人，谈情说爱，我何玉祥不反对。但是，大敌当前，他不但没有勇敢的迎上去，还跟着他的对象当了逃兵，这是他一辈子的耻辱。所以，我没有向上级请示，提出个口号：为了抗战，枪毙爱情；为了抗战，枪毙爱情；为了抗战，枪毙爱情。好，今天我就说这些。下面请各区队派代表发言吧。好，大家好，大家请坐。大队长，你谈过恋爱吗？没有，哪有那闲工夫？那我来讲两句。好啊。接下来，请彭主任做指示，大家欢迎。同学们，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刚才何大队长呢也表示了自己的态度。爱情是什么，我们先不讨论。这样，我们先来对几首古代爱情诗词的接句，我来出上句，你们来接下句，可以吗？可以。听好了啊。怕相思以相思。报告。轮到相思梅祝词，眉间露一丝。听好了啊，下一首。云渺渺，水茫茫，征人归路许多长。相思本是无凭语，莫向花溅费泪行。再来了啊，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这次啊，我要听一位女同学的答案。好，你来。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好。看来咱们学兵队啊，真是卧虎藏龙啊。可是同学们，我们今天开的不是赛诗会，而是讨论会。我先来说一说我对爱情的看法。我认为爱情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情感。没有爱情，就没有我们的祖先父辈，当然也没有我们。所以这么伟大的爱情可不能枪毙啊，要不然咱们就都得断子绝孙喽。但是同学们，眼下国难当头啊，我们必须要做出牺牲，先放下那些本来应该属于我们的爱情，
今天我们做出一点牺牲，是为了将来的胜利，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以后能够自由的恋爱，幸福的恋爱。同学们，你们同意吗？同意。你听我说，今天彭主任的讲话对我触动很大。我觉得我们是军人，应该在感情上做出点牺牲。不约会不见面就是牺牲吗？我想，当我们彼此牵挂的时候，就写封信放在这儿，我们可以用英文写，反正他们也看不懂。我还听说山里的部队马上要来接兵了，我们可以一起报名上前线，一起行军，一起打仗，一起爱，一起死，这样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那你先写啊。我的心灵和我的一切，我都愿你拿去，只求你给我留下一双眼睛，卡蒙斯。别动，马上就好了啊。班长，我回来了。走，跟我去大队部。什么事儿啊？别问了，走吧。进来。北兰同学，你家也是南京的吧？是。家里有几口人？算亲戚吗？都算上。老老少少加起来有那么三四十口吧，每年过年能坐好几桌呢。队长，南京怎么了？南京被小鬼子侵占了。帮不了你。日本鬼子分六路进攻南京城，见人就杀。南京的百姓遭殃，咱们要以喜还喜，才可以告慰父老乡亲的在天之灵啊。
站住！什么人？我是贺龙，找你们八班彭主任。找谁也不行。口令，你个新兵蛋子，你去打听打听，在八路军，谁敢拦贺师长的路？贺师长，120师师长贺龙，你没听说过？听倒是听说过，这大黑天的，我怎么知道他是谁啊？好好瞧瞧老子是谁，瞧清楚了吗？看清楚了，贺师长，发班就在那边，拐两个弯就到了。你是哪个单位的？巡兵队。你们大队长是不是叫何玉祥？对，首长你也认识？我的团长我当然认识。我也告诉你大队长，明天给我挑10个学员，我要带到前线去。贺师长，能带上我吗？好好站岗，帽子我带走了，明天管你大队长要。对了，口令：孤月山。南京沦陷的消息，你家里人怎么样了？有下落吗？没希望了。周笔畅，迟早要小鬼子偿还的。你在这做什么呀？等你。你呢？你去干什么？通讯员通知我去大队部。你听说了吗？贺师长要来咱们学兵队挑学员来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你难道没想过我们一起去前线吗？我当然想，可是走，我们一起去见贺师长。哎，你敢不敢？有什么不敢的？走。同学们，你们是学兵队输送到部队的第一批学员，跟着贺师长，一定要英勇杀敌，给学兵队争光。是。下面点名：李成山到，高世贵到，林虎山到，林刚到，王永东到，赵玉东到，梁孔山到，高世贵到，彭永东到。陶的，啊，已经通知了，马上就到。报告。学兵队20队学员秦海洋报道。帽子归你，你归我了。是。贺师长，能带上他吗？他是谁？报告，我叫魏兰，也是学兵队的学员，我要求跟秦海洋一起去前线打鬼子。贺师长，答应我们吧。不行。我是他未婚妻。那也不行。我们是一线作战部队，我早就跟你们大队长交代过，我这次只带男兵不带女兵。女兵也是兵啊，贺师长，您知道吗？我南京全家几十口人都被日本鬼子杀了，我要去报仇。魏兰同志，战场是男人去的地方，在那儿跟敌人拼命，是要流血牺牲的。我不怕，贺师长，我求您了，您就让我去吧。首长，别争了。你如果放不下，可以继续留在学兵队，你们两个自己定。你放心，我们一定会为你报仇的。大队长。大队长。都听好了，下午要迎接上海和西北来的战地慰问团，晚上开欢送会。大家抓紧准备，解散。
决定。要走一起走。我没有想过，离开你我怎么活？亲爱的，你没有想过，我留下来，贺市长和其他的兄弟姐妹会怎么看我们？总有一天，你和我都会后悔的。那天下午，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剧一队和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刘村参观慰问，在欢迎的队伍中，海洋意外地碰见了他的表哥，并把他约到了我们学兵队欢送晚会的现场。海洋，真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我也是没想到啊，不过差点啊，真的就见不到了。为什么？我们跟贺龙师长上前线，明天一早就出发。表哥，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拉你来看我们送别的晚会吗？不知道，但是你让我来肯定有原因，对不对？对，因为今天晚上有一个特别精彩的节目。下面请看维护剧三进士表演。蔚蓝，蔚蓝，这是我表哥贺陆汀先生。表哥，这是我上海同学，也是我女朋友。贺先生您好。您好。我听海洋提起过您，大作曲家，真了不起。我说海洋为什么一定要让我来看你们学兵队的晚会呢？原来是有女朋友的精彩演出啊。什么节目？华尔兹舞，我用舞蹈为海洋送行。华尔兹，舞伴是谁呀？我们区队长，他马上就过来。伴奏呢？嗯，我。表哥，你忘记了，这口琴还是当年你送给我的呢。贺先生，为我们八路军写首歌吧，让海洋他们唱着您写的歌上前线，就更加有力量了。嗯，好，我一定写。改名叫走之前。下一个节目《华尔兹舞》，由李秀清区队长和蔚蓝学员表演。李秀清，我们北方局杨主任的爱人，还有这两下子。这李大姐啊，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据说这舞跳得可好了。是啊，是啊。
瞧你，跟生死离别似的。放心吧，我还要看你跳舞呢。来，一言为定。等我，下次贺市长来，我一定去找你。那你可得快点啊，要不然鬼子都打没了。哦，对了，上前线我也不敢吹，啊，你替我保管吧。还是你带着吧，在心里吹，我听得见。记得给我写信。都写好了，我看看。这封信，我希望你永远都看不见。好嘛，是不是想打仗了，师长？做梦都不想。那就跟我走，你还当我的团长，这匹马归你了，怎么样？师长，请放心。等学兵队接业了，我一定马上去报道。不过，您的马我不要。到时候我会牵着一匹小日本的东洋马给您做见面礼。好，就这么定了。好，出发！这。先生，哎，葛鲁丁同志，这么早就起来了？昨天晚上节目搞得很晚，怎么不多休息会儿？大队长，是这样的啊，这两天我们来刘村参观了学兵队和刚成立的炮兵团，还旁听了彭雪枫主任的游击战理论课。我和大伙儿激动得彻夜难眠，上半夜我们就拟好了歌词儿，到了下半夜，我一气呵成谱了曲。今天早晨天还没亮，我就找魏兰带着我到学兵队和几个同志们试唱了这首歌。什么歌？能唱给我听听吗？预备，唱！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个子弹消灭的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它山高水又深，在秘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敌。下面看，听，闭上眼睛听。有无数的好兄弟，没有吃，没有穿，自由的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谁敢唱高声？我们的队伍打起仗来真英勇，让我敌人伤疤痕。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游击队歌。
Miss Whelan. Yes, and you are? My name is Wilson. Pleased to meet you, beautiful Chinese Amazon. Oh, hi, Wilson. 蔚蓝，这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威尔逊上校，是美国政府的军事观察员。来山西啊，是为了了解一下中国华北地区的抗战情况。为了方便交流，临时把你调过来担任翻译，给威尔逊上校说几句洋文。是。Colonel, I'm Wilson of the 8th Army, Women's Battalion, First Class. We welcome your visit. Excellent.I detect a strong southern accent in your English. Did you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Actually, I studied in Shanghai at St. John's University. My accent came from my professor. He's from Georgia. Oh, what a coincidence. My father wa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your school, which would make him your... Superior.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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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Your older generation.前辈。前辈。maybe. 咱们先出发吧，威尔逊上校，你想先去哪儿 ？Would you like to visit first? I would like to visit the cadets first. Please follow me. Follow me. 女孩们， rooms may be sparse, 你们的房间虽然有些简陋， Very impressive. 不过，比我的陆战队士兵宿舍还要整齐，非常棒。哦，谢谢。How old is she? 15. What's that? It's a food pouch to hold broth. And the utensils?Do you know how to shoot a rifle? 你会开枪吗？会。Would you like to go out to the shooting range and go up against me? 你敢去靶场跟我比比吗 ？Yes, sir.二房，一号房，二十六环。二号房，二十七环。Second target, 27. Excellent. 早上好。If you were a Marine.I would definitely give you a promotion. 你要是我的陆战队队员，我一定给你提前晋级。Cadets, 女兵们 ，You have all exceeded my expectations. 你们超出了我的想象。I will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on what I have learned here. 我会向总统先生汇报我在这里的所见所闻。Lends its full support to China.请美国政府全面支持中国抗战。威尔逊先生，这本花名册里有我们600多名中国青年学生的名字，送给你做个纪念。General Palm， 彭将军，这个礼物太珍贵了，谢谢。If you don't mind, I'd like to take a photo with them. Is that okay? 我可以跟他们合影吗？哦，当然可以。这边请。哎，行。I heard your fiance went to the front line. Yes, he's brave. You must be worried. God will always be with him.来，摆好姿势，笑一笑。Cheese。海洋走后，我几乎天天都到大槐树下送信，然后便靠着树干看落叶。当树枝不再有枯叶飘落的那天，我终于等来了海洋的消息。
日军越逼越近，学员们越走越少，战争的气氛越来越浓厚。那天区队长通知我说，来临汾汇报工作的120是刘副师长点名要见我。一路上我都在猜想，我即将面对的是喜讯还是噩耗。报告。刘副师长告诉我，几天前海洋他们带领一批新入伍的战士进山途中，与尾随的日军侦察小队接上了火。在战场上牺牲，我宁可用短暂的生命换取永恒的爱情。记住，我是你的宽广，你是我的颜色。爱你。进来。好，彭主任。哎，彭主任。二位领导，向你们辞行来了。好，彭主任，准备什么时候动身？明天一早。哦，这次带走你们这么多学员，你们没有意见吧？怎么会呢？您亲自带队去开辟豫皖苏根据地，我们还指望着学员们跟着您建功立业呢。是啊。哦，换名册呢？在这呢。彭主任，这段时间到前线部队的学员有多少人？算上这一次您带走的，将近一半吧。在日军进攻临汾之前，全队学员都会被分配到部队去。时间过得太快了，很多同学的名字都没有叫熟，大家就要各奔东西了。这本化名册是咱们学兵队的财富，
一定要保存好。是。报告，报告。进来。彭主任，我坚决要求跟您去开辟豫皖苏抗日根据地。还有我。首长，您能批准吗？好吧，这次我不但要带你们两个走，还要把你们全班都带上。还不谢谢彭主任。谢谢首长。咱们八路军学兵队又一批学员要随队出征，前往豫皖苏开辟抗日根据地。我想先问一句，有哪位同学当时是坐火车来临汾的？好，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大家要记住，走出学兵队，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火车头，不仅自己要冲锋陷阵，每一个人的身后还挂着几十节的车厢。同学们，学兵队对于你们来说只是一次小毕业，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等中华民族解放，我们再来开盛大的毕业典礼。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班长，如果开春你还在留村，替我在树下种几束花，春天雨水好，应该能种活。同学们，出发！下。Thank you.
在很久的将来，对晚辈们讲述今天的故事，告诉他们，我们曾经怎样用青春和生命捍卫着脚下这片土地。人生梦。